开玩笑啊，说你们对黑驴，黑驴无所谓，大伙儿越说说着，叫黑驴是爱，对。其实这些东西都不用去计较，反正所有的事情翻篇。有人说你黑，是你看我阿姨说的吧？阿姨记住了，超阿姨都记住了呢，对吧？黑就黑一点无所谓是吧？现在梦回桃园，大概说美丽洋气一点。我跟你们说啊，从小我姐就是我心中的。我跟她说多少事啊？叔叔阿姨们，我今天说一句话，我说的对不对啊？我说不叫美丽穿黑衣服，黑衣服显着老，她非得不听。我36了，什么概念？我36岁。你拍视频，你穿的穿白衣服。今天我特意把你视频删一遍，只要你穿黑衣服的视频，不是我美颜不到位。我就喜欢黑白。我跟你说，姐夫这就不对了。我跟你说，人漂亮怎么穿都漂亮，知道吗？你这就不会说话了，说那话。黑色、白色、灰色是我最喜欢的。都买了吧，苹果叔叔阿姨们都买了，羊肉下了啊，我就把苹果下了。你们没买的话，我又跟你们上了十单，你们可别错过了，错过完我又找我就不能，我不跟你们上了。黑没关系，身体健康就行。对，杨哥的身体且得养2年，要好好的养2年。真的，我说句心里话，其实以前你看我的视频，我不黑的，我自打上了云南之后，哦，真黑。自打我那小姨子诅咒我，跟你说，我就到现在没白过。你能不能不黑吗？你能不能说我一句话，说那个姐夫，你明儿今后变白点，我就马上能变白过来，是吧？面膜都贴了好多了，没用。我就看姐天天给你贴面膜，贴面膜的啊。不是你、啊，你说一句话能说不说一句话？你说姐夫，你以后变白完事儿，我希望你变白了是吧？我不，你变白了，那个我们跟我们在一起不就没有对比了吗？你看这回是多鲜明的对比啊！晚上好，晴晴。直播间叔叔阿姨姐们马上到30单了啊，老哥姐们，谁复购的拍几单了？你们公屏打出来，我今天本身不卖货，你们就我非得添上。25.9，到手5.5斤，山东烟台红富士的苹果哈。它是没有打蜡的，就是那种也不套袋子的，因为山东的苹果你们也知道，肯定是口感啊、汁水呀、啊、对吧？甜度啊都很好。不用说那些，都大伙都复购的是吧？我说怎么了？我不能说吗？你吃点饭，我说一下呀。谢谢蓝月阿姨。你知道我靠山是谁吧？谁呀、啊？你靠山谁呀、啊？啊，我老丈母娘，我靠山，我回去告我老丈母娘去。你老丈母娘现在不在这，我妈现在不在。师傅直播间叔叔阿姨们，我回去告我老丈母娘的。你可别欺负我，我跟你说，你要欺负我，告我老丈母娘的是吧？去吧，学会告状了。我老丈母娘对我老好了。有多好？有多好？你告诉我有多好？林妹，你开直播，我守护你。猛龙过江，来把这个截图截下来，林妹，有人守护你，你去做娱乐 PK 去。明天你就开播。明天你就开播，看在大哥给你刷不刷桃花岛。我就看大哥刷不刷桃花岛，我就看诸葛刷不刷桃花岛。明天让林妹开播，明天我在，林妹还在，杨哥他那个什么，他去。还有诸葛飘。对。大哥，来，我跟你讲，我这个人，你把这两个人记下来。我这个人就比较性情，杨哥他明天去贵州了，不在。你这俩明天我跟林妹在，明天我跟林妹，我让林妹开播，我站边上，我不出镜，让林妹开播啊。那个什么叫什么大哥忘记了，四个字的。猛龙过江。猛龙过江，大哥你记得来哈，明天几点啊，林妹？我不是你，让我先喝个可乐压压惊。我让林妹明天开播，能。我喜欢你，你们两个可以谈恋爱吗？我私信给你，我私信大家庭。谁呀？林妹。你连苹果都不买，你哪能来单儿，大哥？为什么要吃饭直播？我饿了。那你来吃吧。你先给我下午当苹果，我姐夫同意之后，你再那啥，嗑唠的是吧？明天，你能上来眼镜啥？跟我直播间哥姐们。明天那个林妹直播，那个猛江过龙啊、哦，猛龙过江，还有。你在这我直播间那边再打，我跟你说，我跟你直接干，给你关小黑屋里了啊。你们以后不卖货了吗？卖货。开玩笑啊，咱大伙儿抗议信心比啥强。你这是阻断我的桃花吗？
这个就直播间有桃花岛，有人喜欢好，如果就有人喜欢有人讨厌其实都没关系，就是每个人的审美观点不一样，就像每个人的味蕾不一样，对，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就不喜欢喝可乐，你看杨哥林妹他俩喜欢喝可乐，可乐这个碳酸饮料我是不喝的。我不是喜欢喝，我是吃这个吃辣了，知道吗？是他喜欢喝，我不喜欢喝。大家听，哎，大家听，开玩笑的，别生气啊！直播间我们就是开玩笑，开玩笑呢啊！别生气，大家听哈。开玩笑，开玩笑，大哥啊！开玩笑的哈。大哥，直播间不说不热闹是吧、嗯？就开玩笑，逗逗闷着吧。不生气，生气看直播生气不止的啊！开玩笑啊！一般晚上我都不吃饭，我要减肥了，跟你讲。感谢。那是我一顿咖啡都在吃，你真的你在边上你减肥。谢谢谢谢夏阿姨，谢谢卡了。感谢赖阿姨啊。嗯，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我跟你讲，我今天我杨哥林妹能坐在这里一起吃饭，不只是了了我心里一桩事情，把我心里的大石头搬下去了，也把我妈妈爸爸的心里的这石头搬下去了。包括我们一家人能敞开心，这几天一直在说这个事情，聊开了，我觉得很好，对吧？既然我们三个人坐一起吃饭给你们直播，证明这个以前的事情所有都翻篇了，包括林哲，林哲说要回来，少喝碳酸饮料，不用回来，就是他刚刚说要把这个米给上班上了两个月，把这个米给林给杨哥，其实都不用，你知道吗？因为你还那之前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也我们也不需要，说出来杨哥也不需要，对不对？给我也不会要，只要把剩下以后的日子过好了就可以了，因为毕竟是一家人嘛，以后还要在一起相互扶持嘛，是不是？这个他要是有没有女朋友我是不知道的啊，这我没法问的是吧？这他说的这个我没有女朋友啊，不是，我这咋磕了这个我秦秦妹妹一说话，飞龙大哥就刷礼物，我的妈！这都直播网络有电吗？杨哥这样有点对不起林妹，怎么对不起林妹啦？猛龙过家，猛龙大哥，你这样我怎么对不起林妹了？完你说吧，话说清楚。来，林妹这儿，我就怕就今天来。林妹看着公屏呢。来。你说话，来。干嘛？怎么了？他说我对不起你了，你把话说清楚。没有啊，他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呀。做工程的，哎，安徽也不远的，是不是？不远啊。六安那个什么茶叶很好。他叫陆安，真正来读的是读陆安。不是，你回答猛龙大哥，用手工你的，你说就行了，没事儿。猛龙大哥，你刚才说的是啥意思啊？我没有啊，他说杨哥对不起。没有啊，杨哥没有说对不起我呀，因为之前呢，因为林妹对杨哥，我林妹对杨哥是真的存在好多亏欠，因为杨哥确实之前帮我们很多，是我自己自身的原因嘛，不关杨哥的事情，你们也别误会他，真的，因为之前可能我的做法欠妥吧，就处理事情不够成熟，比较偏激一点。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跟你讲哈，猛龙果酱，我林妹，我妹妹，她自身没问题，主要是什么？她太护弟弟了，知道吧？这个事情其实想来想去，聊到这里，其实还是林哲的问题大，是吧？林妹她不要那种伏地魔，稍微能听我们劝一点点。我可能我今天我你们也看不到我在直播间了，就这么是不是？缘分嘛。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嘛，那个猛大哥，就咱直播间诸哥也好，猛大哥也好，大家挺好，喜欢林妹的话都无所谓，有喜欢美丽，有喜欢林妹，有喜欢杨子的，叔叔阿姨哥都无所谓，我们杀在一起，喜欢谁都行，明白叔叔阿姨吗？对，小琴说的对，还是我妹说的对，对吧？来吧，背着你上麦嘛！你今天你来了，都热热闹闹的吧。琴琴是美女啊！如果可以上麦，说你两句。对你要上麦的话，今天我人也多，给你甩点人来。谁啊？那个猛龙过江大哥，明天林妹你开播。如果可以上麦的话，说你两句。嗯。大哥的话，你现在
苹果都拍完了没有啊？来了。苹果拍完这个就拍完事了，我一会苹果一会链接我下了。大哥连麦了。大哥你先等一下，大哥啊，你稍等一下，猛龙大哥啊。大哥你等一下，我把这个苹果下一链接啊，大哥啊，因为我现在他们叫我上苹果，等一下苹果一会儿我再上啊，我把链接下一下。我的妈，这还下不了着呢。稍等一下啊，你重新连吧，来，谁连麦都连啊，叔叔一点吧啊，好吧。那里妹和粉丝讲两句，挺好的啊，说说嘛嘛，挺好的，我要去吃东西了嘞。这搞得我好有压力，我都不知道说啥呀。没关系嘛，就正常。正常聊天行了。你好，大哥。大哥。那我吃东西去了。别走啊，姐。你好，大哥。我在外面吃东西啊。我先去吃饭了哈。我在坐那边，我要多吃点，我是吃货。这没有甜苹果甜，大哥听不见你声音的啊。苹果甜，听到吗？听不见。太小了，大哥。你说是不是我声卡的原因，大哥？我先过去吃点东西。因为是我应该是我声卡的原因，大哥听不见你，你那边说的不清楚。我说我去年一直都跟你作品。我觉得你和林妹的会有很好的结果，但是林妹对你真的，你对我林妹还是很不错的。听不到。大哥呀，我听不清一点，听不清，大哥呀。我重连一下。不是，我这个带声卡的听不清，大哥。问一下直播间的人听得到吗？直播间的叔阿姨们听得了吗？没听到。你们听得了吗，叔阿姨哥姐们？你们听到听不到，叔阿姨姐们？等一会儿，琴琴的，等一下啊，我把这大哥这个事儿先聊下了。你好，大哥。现在可以吗？听不到，大哥啊，直播间都听不清你声音。好了好了，听不到，算了。听不清啊，大哥，我这边一点听不清，就一点点一点点的声音。没有声音啊，我这边都是没有声音。听不清啊。好吧，来吧，琴琴上麦吧。我把这个链接怎么下了呢？上面呢？有声音。啊。我在吃饭，曹阳姨，我先吃饭。这链接我怎么下了呢？别一会儿呢，好啊。你给我勾上，删了吗？哦，这下了。想看美丽，我。我这都照不到了吧？啊。哎呀，这又变漂亮了。还要你讲，你是不是你是知道是不是我你知道我要去贵阳，你是贵阳等我呢？我哥我不在贵阳。啊，对，你在宁波呢是吧？啊、嗯。上次就跟你们。我是上贵阳，明天我去贵阳，我先上你家蹭我饭吃的呢。啊，那我打飞机过来哈。你打飞机过来啊？大飞机过来陪你吃顿饭哈。你看你直播间，你看咱家妹子好不好，你说我上贵阳去，人从宁波打飞机过回上贵阳请我吃饭的，你姐俩学点的，你说不要讲我嫂子哈。啊，我让你不要讲我嫂子是不是？我说你不要讲我嫂子，我嫂子对我可好了。我们俩像吗？谁像吗？是，我知道你嫂子对你好，你看，是吧？那，哎，我就说你俩像姐俩，我说多少事呢？谁呀、啊？他俩有点像姐俩，你俩。我们俩吗？对。像不像？像吗？直播间哥姐吗？我没她那么漂亮。
你们俩这个性格，我跟你说，直播间说啥去吧，就是你们俩性格都是那种，我感觉就那种柔柔捏捏、温温柔柔那种的是吧？嗯。美丽就不一样，美丽就是那种刚劲儿，就那种那个，就大嗓。性格还不好呀。就那种嗓门，我给你学一下，我这个里边有人是吧？啊，是这样的。没事，没事，我性格的。我姐现在不好啊，你不要在这讲我。我是娘家的孩子，这个娘，你就当着我面说我姐坏话。哥哥姐姐你们好。对了，来连麦来了吗？我的性格就是直爽。对，美丽性格就直。你有事心里藏不住，必须得说出来。你嫂的性格，你去过昆明找过你嫂，你感觉你嫂啥性格？我嫂子很直爽啊，一根肠子通到底。对。他说你一个长上是你一个长上通到底是吧？那我要没我嫂子，我要没我嫂子谁管得了你？就你这性格，哎呦！你说对了，要没有你嫂子，我跟你说，真的谁管不了我？对呀，对呀。晚上好，微笑姐姐。真的啊，没人都管得我了，叔阿姨们，我说实话。美丽就是直。嗯，我嫂子肯定是直，我嫂子说话直，做事也直，干嘛她都直，人挺好的。只有我嫂子是，只有我嫂子能管得了你。一物降一物，还不是被我姐给降住了。你又没有我妈撑腰，你还在那还嘚瑟，对不对？你说那话。不是吗？忘了，这直播间不能这么去干，三个女人一台戏了，叔叔们对吧？我咋这么干呢？我把这事忘了。我专门忘了哈。大家晚上好。以后裤子还小一点，他小裤子也顶他嘞。都没人给我家你俩哐哐一顿吃，我的妈呀！确实是。那我还没得吃呢，我哥。你看对面杨哥，秀色可餐，知道吗？你看见美丽。你们不要聊天了，我在冲水。看了吗？看到了，我嫂子我知道呀。行了，我就不跟你聊了啊，我不跟你聊了，今天啊。好的。趁着流量好，今天我给他破一万场观。嗯，好。啊。妥妥的。我明天我到贵阳，你要是有心的话，上贵阳请我吃饭，你打飞机回去。好嘞。行了，拜拜啊！拜拜。好妹子，真是好妹子啊！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们啊！对，三个女人一台戏是吧？对，你不都挺好的吗？现在不都大伙开开心心吗？挺好的是吧？需要吗？现在直播间12万多了，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们啊，12万点赞了，马上到8000人，老哥姐们能站榜的站着榜，能分享直播间分享直播间，没有加粉丝灯牌加粉丝灯牌，猛龙大哥啊，咱们哥们也是今天能连麦了，说你也是好大哥，加个粉丝灯牌啥的，还有那个全玉姐姐啊，那个咱直播间没加粉丝灯牌，左上角的黄色的点击一下是加粉丝灯牌啊，送粉丝灯牌行不行？哥姐们能分享直播间分享直播间，好不老哥姐们叔叔阿姨们，感谢你们支持了啊。感谢你们支持啊！吃了，他们都是我一顿的，康康在这一顿吃，吃撑了。你看这里还有两个肉没了，我都快吃撑了。你们能不能坐这边吃了？啊？你先吃，我马上吃饱了。多吃点肉，杨哥。多吃点，我感觉我减肥，我给你养瘦了。你聊一会儿，我吃两口。叫美丽跟你们聊一聊啊。你妹她不是，杨哥他不能吃那么多荤的，要吃清淡一点的。那你走开呀、啊！哎呦我去！那我聊，你走开呀、啊，把那个拿掉啊。这态度。你去那边吃啊。这态度。不是，他不能吃太多那个什么牛羊肉，还好一点。像吃猪的话，就是八戒就不行，八戒就不合适。你戴着耳机吧，好一点。戴耳机合适，我都不太习惯。
你戴耳机能听声音。晚上好，王哥。对，林妹成熟很多了。林妹在看公屏，能看得到公屏。看到。对，大家跟那个。我教给，我吃点东西，叔叔阿姨们，我教给他姐俩聊了啊。你吃呗。省得一会儿又说我俩在吃，不管你了，姐哈。杨哥，以前我很看好你，现在好像我心里过不去。没事的，猛龙过江，大哥，我跟你讲，没关系的。不是，大家能支持他就多支持吧，因为他们俩毕竟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路走过来，大家也都看了，是吧？真的挺不容易的。你妹长大了，对，每个人都会成长的，你知道吗？包括我们弟弟林哲也在成长嘛。谢谢谢谢猛龙大哥。现在只想谢谢谢谢大哥，谢谢志哥，谢谢。我现在只想林妹好起来，林妹好起来，我跟你讲，不管谁好起来，对不对？只要能好起来，我们都是一家人。林妹好起来了，那我要落魄了，林妹能看着我落魄，林妹能不帮我吗？对不对？我要好起来，杨月好起来，能不帮吗？是不是？我跟你讲，一家人最好的不分你我，就说你想。其实是个好姑娘，对。我现在嘛也是多亏了我姐嘛，因为之前你们也看到我对我姐的态度不是很好嘛，然后我姐呢还帮我找这个工作，我这份工作还挺好的，然后也不会很累，工资那个也还可以，都是我姐给我找的工作，要不然让我自个去找肯定找不了这么好的工作的。然后这段时间休假，刚好我休假回来，然后我姐后面他们也回来嘛，把这些事情该解决的解决了，是吧？他们人生大事该跟爸妈那边说好了就说好了，本来迟早都要解决的，大家多祝福一下他们吧，毕竟他们两个确实一路走来也挺不容易的，也找一个男朋友，随缘吧，缘分到了自然就找了，对，随缘吧，对。我姐一直就对我挺好，从小到大她对我就挺包容的，因为她真的是一个就是一个大姐姐，真的特别好，包容性很高。我发现那个猛龙过江大哥他是一个也很有执着的人，是不是？典型的家和万事兴。对呀、啊、是的是的，家和才能万事兴嘛。对，你说你要家里的事情都没处理好，你出去上班也不行，尤其是我不想让我妈一直这样的难受，我妈你们也知道，我妈是一个很好的人，心很好的人，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跟你讲，我们三个人能今天坐在这边吃饭，我妈是最开心的一个人，真的，我妈是最开心的，不用夹在中间为我们两个为难了，你知道吗？征婚不要啊，随缘啊，缘分到了就可以了，随缘嘛。杨哥呢？杨哥在吃那个，让他吃点青菜，让他先垫一下，他刚才这么久一直在，让他吃点饭。是的啊，可亲可爱。谢谢燕子姐姐，谢谢，谢谢你们。没有呢，没有呢，王哥，没有呢，没有呢。我们杨哥先去上班，去长沙上班了。他们通过了我们爸妈这一关，然后就好事将近了嘛。对，至少第一步。对。已经是踏出去了，得到我爸妈，再加上这次，其实也挺赶巧的。林妹回来。我们从福建回去，就卖完芋头我们回去之后呢，就把这个事情我们都说开了，包括我爸妈也同意我跟杨哥在一起了，关于聘礼多与少都无所谓了，都无所谓了，没要求，是吧？那会儿我是里面确实是能干，干农活能干。好的，确实能干，就包括他们那会儿炖那个铁锅炖大鹅，是吧？林妹做了很多那个我们家乡的那个美食，她确实会做，
对于我这些呢，我好像我是那种直性子，我觉得花那个时间去做那么吃的，我不太那个什么。我姐是做大事的人，知道吗？我是居家型的，然后我姐是属于那种事业型的，往事随风。对的，对的，是的，是的，可能大哥。喜欢美丽跟杨哥的，那你们就多多支持他。对吧，是不是你们看里面现在的状态跟之前的那个状态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林妹表达能力很强。我记得之前我在直播间的时候还好像还哭了鼻子。刚开始是因为我不太刚开始接触这个互联网，我感觉做的不太好，还有一个就是也很纠结这个事情。我也没想到才几个月四个月吧，我们能坐到一起吃饭，我觉得真的，我们本来就一家人啊，本来就是一家人，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是不是？杨哥，你吃点菜啊。辣了吗？嗯。是不是辣了？我的调很小的。你妹抓鱼可以，从小在水里长大的。你看，你妹如果她回去上班了，杨哥他也上班了，我在家里的话，我可能就会一星期给你们开五天播。说实话，我会给你们分享好的东西，对吧？挣一点我最基础的费用，生活费。到时候如果你们喜欢里面的，像昆仑大哥呀、猛将过龙这些大哥呢，到时候里面没事，如果他下班没事在那个在是吧？也可以跟我连麦聊聊天啊，都是可以的呀，没关系的，杨哥你说对吧？对不对？也可以连麦聊天的呀，一样的呀。就是我们卖货，我就比较喜欢佛系点嘛，边卖货边聊天，到时候连麦，如果林妹她有时间，也是可以过来的呀，也是可以那个的。你们想她了，到时候我问一下她有没有时间，那有时间可以连麦，都是可以的，没有关系的，你知道吗？这个尴尬都不存在了，你知道吗？说开了就是一家人。因为有很多人一直喜欢，那些叔叔阿姨都喜欢林妹的，是不是？那既然林妹现在，你看林妹林哲现在都办，我们都是一直往好的方向去了，这不挺好吗？那像什么朝阳阿姨啊、愉快阿姨也都知道林妹以前是一个很好的姑娘，那如果我们开播或者干嘛，林妹开播都是可以去支持她一下嘛，对吧？都是可以的。樱花，杨哥明天去那个贵阳，到贵阳之后再去那个昭通把车子开回来，直接开到那个长沙去。我就不跟他去贵阳了，我陪我妈在家里待两天，因为我妈身体也不太好，我妈那个什么，就是红色的那个血液，红色的那个东西液体有点高，有点高，压有点高。明天我们两个人要带我妈去那个白大褂里面测一下那个红色液体高不高，还有那什么血，那个不能说，那糖分还有什么糖高不高，我们俩要带他去医院，要带他去医院。正好这几天我们都在家里，所以我们俩约了明天要带那个我妈妈去那个什么的，不然她有点那个这里晕晕沉沉的，我们要去，因为过两天我们都要去上班了，知道吧？都要去上班了。现在我们都在家，都在家。不是，对对对对，雪中梅，是的是的是的，行不行？行，可以了。所以我们要带我妈妈去那里看一下，因为我们到时候都要去上班了嘛，是吧，林妹？对，过几天我下个星期走，对，也该去上班啦，休了这么久了，我比你们还先回来了。对，辉哥，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要那个什么，要带我妈妈去看一下。哎，我觉得我一直跟杨哥决定走到一起的时候，我就一直盼望着我跟林妹还能回到以前一样坐在一起吃饭。我一直想，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但是我没想到说这么快哈，一下子这次回来也真的挺好的。刚好我们在福建，林妹说从北京回来了，我妈说你也回来吧，外面也太热了。
回来之后呢，把这个事情大家都说开了，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挺好挺好。